特别的不一样的状况发生，是，用脑子跟观察力是很重要的。对，这个单元是不需要用脑。对，用观察。你还不错，我观察力比较好。没有脑子，但能差。不，表示我是词汇少了点。词汇少，哎呦，哎，词少一点，非常少。在这个单元的曾经有一个叫李佳玉，小玉儿呢，答对了13题。哇，辛苦子女啊，几年下来无人能及哦。啊。那我们今天看看谁能够超过13的了啊！好，今天我们来奶奶队准备就位啦！首先摆出了陈志祥来参赛，压力更大，有3张 pass 牌，好，好不好？请戴耳机，第几段？猜词，4分钟准备。计时，开始。三个字，吴，吴华，霍。无花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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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花果
哇，对啊，都想到了，都想到了，都想到了，五，暂停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听不见的，你看啊，你是听不见，你声音那么大，你讲话这么大声的，我说暂停掉，啊什么呢？这里啊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你再讲一次的意思啊。你说你再讲一个啊，我还想讲一次，你再讲一次，我要讲五个字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在那边看到好像聊一决战星球难度。决战星球，星星还是难的。你说我是星星，星星对，好像你三个字都讲出来了，就不要让你这一步跨不出去。好，不要让你跨不出去。你三个字都有讲到，再整理一下。请戴耳机，来准备。请戴耳机，请戴耳机。预备，时间开始，开始。无花果。我一想什么花？四个字。千真万确，千但是千对，是对什么啦？你刚跟我对，你念这边字就不要回答我好不好？你不要回答我，废话，生气了，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，三个字，哎呀，有问题。连续讲，不要一个字。韩中好，不要夸张，四个字哎。韩中好，还对，他们四个字还有三个字，不能比，三个字哈。韩中韩好，喝酒茶。韩中好，韩中好。四个字。四个字，户口名簿，不要太乒乓球，哇，四个字，4个字，再来。海枯石烂，什么烂？海枯石烂，不要骂我。海枯石烂，海枯石烂，海枯石烂，三个字。属西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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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佛沙，佛起，哎，佛沙，佛主席佛面前佛，我想，沙墙，佛单，没有，他听不到，那我说他听不到他们，佛沙，不想，谁不想？破，佛，破，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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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。佛沙，佛想沙，佛躺沙，两个字还怕死？三个字，七个字，三，七个字，十个字，三个字，电子，三个字，对，啊，虎，三十秒，头风，虎头风，虎虎。虎口，虎口，虎方，虎出虎嘴巴，虎头虎口，虎口风，虎方，虎虎头，虎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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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一集，这一集播出的时候，我们旁边一定会让决赛尖叫。越讲越吓。如果有排第四集的话，你就有机会。有了有了，真的。决赛香蕉，对啊，无花果猜花太多时间，很可惜。对，树荫部，哇，你树荫部，树荫部回答，树荫部，树荫部，树荫部，你看树荫部，哦，对，好多受不了，好多受不了，树荫部后面有些脖子，没错，树荫部，好害羞，好，八题。难可以啦，难的，我八题很难，半点不容易啊。连线，我们开始啊，来准备了，戴耳机。哦，好吵哦，来哦，看你怎么说，四分钟啊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冷静，冷静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会客室，会客客室去，会客室，会会客室。很厉害哦！三个字，常春藤。来，接着。长长这个难。车长生长车长。好，这样来正三。常春藤。他不知道。怎么三？怎么全三？都不对。龙猫丹。都不对。都不对。都不对。常春藤。三元道。太远了。常元道。长。我觉得他能背这个词汇。对。唐圈道，春卷，唐圈的，唐春藤，主要没有这个，唐春的，唐春藤，春，没这个词汇，春，没有，我觉得看春，唐春，哎呦，唐春什么？唐春路，唐春藤，唐春藤，唐春路，哇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姚文嚼这陈陈，让洪都拉斯好苦恼啊！观众朋友，快来猜猜，陈陈讲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冲冲冲！四个字，四个字，难了难了。核心肌群，难了，真的。核心，核心，心身材，身材，核心肌群，核心肌群，核肌群，肌肌群，肌群，纯核心肌。核心肌群，我好怕咬到舌头。对，他因为这什么呀？舌质近了。核心，你不用，核心肌不是你不用学他，不要猜。不是，我学他嘴型啊。我知道他的嘴型，他像。那我很怕你咬到舌头。我因为很怕你咬舌头。他们激动就好，你不用激动。哇，从来没有节目一个人在我们节目咬舌头近。没有，很像很像。玩个游戏，玩一玩就走了，谁受得了？对啊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不是，你不要咬文嚼字，走。你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。刚不轻松一点，对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哦，时间继续准备。四个字，核心肌群。对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
是吗？哇塞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垃圾车。哇，这个垃圾车，不要咬舌，不要咬舌，怎么？真的要咬车？为什么？冷气车，垃圾车，冷气机，垃圾车。垃圾车刹车皮，继续讲，刹车皮，对，好厉害啊，两个字，板凳，板凳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面疙瘩，海啸，你要这样，你不要，你用正常的嘴型。海啸，我怕到中风了。差一点点。为什么这么清楚？对啊。你怎么那个我们讲有正话负话，负话很准，正的差不多。他讲差一点点的，差一点点，对，差一点点不对啊，两个字，对啊。爱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可以了，站起来。没有，两个字，来哦，两个字，海啸，爱乐，不是爱，海啸。哀叫不是，哀叫，哎呀，快，两个字，耳垂，很像，差一点点，耳垂，摆开刚才暖嘴暖眼，现在难了，五个字以上，赶快，你的星球末班车快，我有难就弄完，好，赶快赶末班车回去了，赶快回家。第二阶段就是一句话了啊，我们看看呢，你不会猜会不会讲，好吗？六分钟准备，苏叶，我猜了八题，什么东西？我猜了八题，你说他不会猜就看后面讲。猜了八题，比弄得好啊，但是比他差，差一点，准备，差一点，不愧是灵长类动物啊，气死，开始，有声音吗？哇塞，音乐，有了，哇塞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这个题目，
500岁的老鹰精，怎么啦？老年轻，五百岁的老年轻，老鹰精，老好好灵机，老鹰精，好，你不要动眉毛了，老鹰精，老鹰精，老鹰精，好精，鸡鸡，老鹰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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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鹰，老鹰精，老鹰精，老鹰精。我好好现在是这样，五百岁的老鹰精，下一次五百岁的老鹰精，可以对对，五百岁的老鹰精，对，怎么听啊？他自己都觉得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稍微狐狸九岁狐狸精啊？老鹰九岁老鹰，哦，五百岁有五百岁老鹰吗？我可以拿下来吗？请问可以拿下来？请问在讨论这有什么污嘴？是可以讲吗？对啊，老鹰不是是老鹰的精灵呐，老鹰的精灵，老鹰的精神呐。你想什么了？你以为是什么？我没有以为什么啊。老鹰可以活到五百岁吗？哎，好厉害哦，老鹰精，老鹰百岁，而且说得出口也很厉害，五百岁老邻居，而且那表情，对啊，你可以理解困难，你也到了，我活两五百岁，吸血鬼吧。哎，时间继续。哇，这好难哦。七个字。光他要讲多少？七个字。端汤上塔。端汤上塔。装的神塔。端汤。装的端汤上塔。太做人了。装的神塔。这个太难。端汤上塔，汤会洒。哇，这好难哦。是什么？你打我不要了，我不会。不要，好好好。怎么不会要尿了？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。是念的人不想念。十个字。你太难了。十个字，嗯，慈母手中线，情妇的中线，哎呦，慈母手中线，慈母穷中线，手，穷，手，穷，你真的很穷，什么？慈母，慈母，手中线，手，哦，慈母手中线。儿子是后卫，也不要笑，好笑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今天想不过了，完全不行，对啊，要是踢球，打球，可以啊，打球啊，对，儿子打球，身上衣啊，儿子是，儿子，你是后卫，后卫，哎。整句慈母手中线，儿子是后卫。哇，好强哦！来，暂停。你懂意思吗？啊？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我也不懂。不不，我就这个对。慈母手中线，他手打那个打篮球，手中线。妈妈，妈妈，那懂了。不是啊，是慈母手中线啊。儿子手中线啊。儿子是后卫啊。儿子是后卫。儿子是后卫。可是你猜对了，你超强。五百岁的老鹰精，是不是第一次？我们这个单元，你是不是第一次？对呀，老鹰精都有了。对呀，老鹰精你都猜对了。他其实后面还有一句，女儿是前锋忘了写。你们弟弟时间快去。八个字。八个字。爱玩的老二。爱玩。爱玩。的老二。老二。真调皮。都是这种题目。爱玩的老二，真调皮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哇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？九个字，六个字，九个字。杨子怡喜欢吃软的饭。杨子怡喜欢吃软的饭。是。杨子怡喜欢吃软的饭，是花心。大老婆，开始攻击，开始人身攻击了。杨子怡喜欢。杨子怡是喜欢。喜欢。机关。喜欢机关。机关。喜。喜。喜。哎呦，好喜死我了！不要乱动，杨子怡是喜欢。喜欢吃软的饭，八个字，杨子怡，九个字，杨子怡喜欢，没有关系，喜欢，还不到啊。
啊，你都出来了耶。对，没有，没有出来，没有出来。十个字，十个字，十个字。啊，巧虎，巧虎，不发威，不发贵，巧虎不发威，巧虎不发会，威威威啊，巧虎不发威。嗯。就变成病猫，就变成病猫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这两句是比较好厉害哦。后面那句没有变，七个字，七个字。哇，陈哥总是布局，就是布局。断在这里，不能断在这里。我先让他一个字一个字。什么？陈哥总是布局，布局。不举不举例，陈哥总是不举例，陈哥总是不举例，再见，陈哥总是对啊，陈哥总是不举例，例例例例例不举例，哎，陈哥总是不举例，陈哥总是不举例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哇，十个字，这个怎么？好，十个字，十个字，十个字。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，于是地上霜。哦，没那么浅。床上喝豆浆，床上喝豆浆。哇！哇！哇！他对这个都很敏感。七个字，七个字。阴道，哎呦！阴道，阴道。三十秒。与时道不符。阴道与时道。哎，阴道。阴道，嗯，阴道，阴道，雨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雨，那你干嘛？也不要，我不要，阴道，雨，驴，雨，驴，是，食道，食道，哦，不服，阴道与食道，不服，不服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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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名啊，点名，好厉害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厉害，厉害！你怎么提都想歪了？你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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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后来有进入状况吗？为什么？啊！我总是不提，你开心什么？他喜欢一个话题，难过了，而且我想知道，你每一题都脸红哎，对啊，红惨了，你从老鹰先开始用。别的快答对，对，厉害，很厉害，好敢讲，豆浆的那种真的很快，老二很清楚啊，是不是？好强哦，好厉害。床前明月光，床上喝豆浆哦，这个好难哦。爱玩的老二真调皮，那是也猜得很好。杨子怡那等于啦，杨子怡爱吃软的饭，喜欢吃软的，哦，那放心，喜欢喜欢喜欢呐。今天的词都很刁钻了，对，答对七题还不错。两位共同奖牌，耶。十五比九，是，你要答对六题平手。听不到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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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到。等一下，不要听，等一下，开始啦。你如果不用这样，你耳机戴上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听不到。对啊，不是，因为我要专心，我怕你们干扰我。哦，我们怎么干扰？对啊，你戴上去，我们干扰你也听不见，那白痴啊！我要专心嘛。有那么单纯？你在旁边就很有压力，你站过去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要不要我先去领钱？你不是你不是猜想，是你不是猜想，是想要想走啊？月姐，我是月姐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来，戴耳机。哎，他们还剩两个哦。过分了。来，准备哦，看你怎么说。六分钟。七个字。是七个字。七个字。宪兵。宪兵。哇。宪兵。宪兵最爱吃馅饼。宪兵最爱吃馅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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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哎，讲一遍，讲一遍，讲一遍。宪兵最爱吃馅饼。哇！啊，有这么厉害吗？好棒啊！八个字，黄明志的。八个字。老师刚教完第一课。老师。老吉。老师。老师。老师。刚教完，老师刚教完第一课。老师刚教完，对对对。哎呦呦，老师刚教。对对，冷静冷静。对，不要那么开心。老师刚教完，老师刚教完第一课。第一课。哎，对啊，第一课。对，第一课健康课了。第一，老师刚教完第一课。对不起，好。哦，好厉害。
厉害哦，厉害哦。哇，十个啦，还要算，还要算啊，五就十个。大肠包小肠，香蕉大肠，香蕉大肠，橡胶大肠，整个讲大肠包小肠，传统好滋味。哇，不错。什么什么机会？这条嘴唇太高。大肠包小肠，香蕉比较少。香蕉。我比较多大包小肠，pass 毁了，因为他们嘴唇翘的好，肠不用翘太多，对，我们嘴唇太翘。第一个是肠，哪个走下坡？哪个这个哪个？清楚一点，哪个走下坡脚会抖？大家不要抖，哪个？奶哥，咬字清楚。奶哥，弹音。奶哥，弹音。奶哥走下坡。小气鬼。走上坡。下坡。走上坡。脚会抖。奶哥走下坡，脚会抖。是。厉害。哇，这个十个字，买小鸡八只，送老鸡八只。为什么怪怪？买小只八，买小只。你要买多少只啊？你趁机骂脏话。好，不要叫，不要中音，买小鸡，小鸡啦，这么，小鸡八只，买小鸡八只，买老鸡八只，送老鸡，好大，哎，这火力好不好？买老鸡八只，送老鸡八只，送老鸡八只。送老鸡八只，讲一遍，分开，小鸡八只，送老鸡八只，买小鸡八只，送老鸡八只，对，前面一句，前面，买小鸡八只，买鸟。买小鸡，八只送老鸡，对，然后整只陈志强，很会喝水，交配脚，陈志强很会交配脚演戏。陈志强很会交配角演戏，陈志强很会交配角演戏，对，嘉俊，
你为什么那个逗点句点都输啊？标配那里，我们真的输啊！啊！一分耶！答的五题哈。哇，你真的输！林静文真的有问题，没有准备。买小鸡巴，老师刚教完，香蕉里面刚教，香蕉的鸡鸡鸡鸡鸡鸡巴是念鸡巴鸡，它是有一点绕口了，对，绕口令不好讲啊。对啊，买小鸡巴是小鸡巴之，老鸡巴之，老鸡巴之，讲一遍啊，买小鸡巴之送老鸡巴，是。口令那个字，好了，很会，会喝水，交配，会很会交配，啊，不容易的，好，所以呢，15-14，恭喜我们男的获胜。来，休息一下，再见，冲冲冲！